班长。林星辰。小星星。班长。很够意思，很仗义，大哥哥。我不 care 他。和杨若琳在一起。那就是和张浩天在一起。猫。树懒。因为猫很高冷，做的动作都会很缓慢，就非常符合班长。偷吃偷懒。傻笑，睡觉。灵活的肉球。四肢麻木的电线杆。面瘫，高冷，冰山。对，就是明明有的时候自己也很在意林星辰，但他永远都不表现出来，就是让林星辰猜，然后林星辰就自己人格分裂。我觉得他的优点和缺点是一样的，就是蠢，但是蠢里面但是带单纯的东西，所以说我觉得他优点缺点是共存的。